来，以基比，在你们这边叫以基比。这一次很开心，来到达鲁马克部落，要体验卢凯族的料理。啊，做血肠了！你杀过猪没？达鲁马克流传了一句话：煮饭的事情交给土地。我们现在要把食材呢放到我们的地窑里面，你不要把它擦灭了。有，我开始在烧了，我好像蛮成功的啊！哦，有啊，有啊，耶！